如果逍遥谷要重振武林，一定要铲除无敌门的独孤无敌。独孤无敌所祭之天蚕功，我没办法练成，也都不知道迷踪剑影可不可以对付灭绝魔功，所以我们绝对不可操之过急。少谷主英明，属下佩服。吴金阳，晚安。云飞扬，我相信龙王儿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。不错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清理门户，再有就是替父报仇。好，云飞扬，好一个替父报仇。看来云飞扬不像被人废了武功，而且功力大增。我也感觉到了。王儿，那你呢？傅一书，我知道你本性不坏，但是你所做的一切我绝不能就此罢休。好，既然这样，我也不用说那么多了。动手！我一样，嗨，马上一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哇！傅一书，现在轮到你了。师姐，这儿交给我好了，你去请师叔他们来。哼，云飞扬，士别三日，果然不同凡响。别说那么多，动手吧。好。
哥呀！我去！哎！云飞扬，云飞扬，云飞扬。你总算为武当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。云飞扬，你真是行，不枉我们忍辱偷生，受这家伙欺辱。是啊，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出人头地的。是啊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两位师叔，云飞扬希望两位以后能够好好的主持武当大局，继承师祖数百年的记忆。